你听，这什么声音？这是很好用的声音，完全按到穴位上，所以它等于集合了所有优点，真的没有不买的理由。你们跟我一样是头皮很容易紧绷的人吗？像现在常常大家作息不正常，然后容易熬夜，或是跟我一样夏天到了是不是常常会绑马尾，所以所有的头皮问题都会随着现在夏天又热又湿，然后在我们的头上通通爆发出来。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噔，这是吴依林老师跟 Check to Chat 联名的喵心机，你看是不是超可爱的，是个大地色的喵咪。这个喵心机很厉害哦，它可以放松头皮，但它里面最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震动跟温度。因为我们的头皮很紧绷，所以它用起来那个震动感非常的有感，所以在头皮按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它里面有石墨烯的加热片，所以你在边按的时候，因为它有温度，所以对于舒缓头皮非常的有效果。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齿梳是 24K 金，这个喵心机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哦，只要长按，先让它开机，然后再按一下，它就会震动。你听，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很好用的声音。然后旁边有一个温度的部分，我们再按一下，它的热度呢就会完整均匀的释放在这个30根齿梳上。那像我一开始会先用在我的眼睛，眼压非常高，就可以用在我们的这个眉毛上面按压画圆的方式，就会觉得哦超舒服，完全按到穴位上。我还喜欢按我这个耳垂下面连接脖子的地方，这个真的很舒服的温热，然后震动起来你又会觉得哦真的很像有人在帮你捏脖子的感觉。还有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头皮，像我自己就会从我的头顶发际线的地方直接往下到我们下面脖子的地方，平常呢压力太大你就从包包拿出来用哦，整个超舒服，1分钟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松筋救疼痛。而且呢重点是它还非常的方便携带哦，像我现在这样子绑马尾一整天呢，其实整个头皮就是非常紧的状态，那这样子一直拉扯呢，我们的头发常常都是连根拔起，非常的对头皮有很大的影响。这时候就要用我们的喵心机，它就可以按摩舒缓我们的头皮。喵心机呢不只可以放松按摩，对于我们的头发又可以抚顺毛鳞片，真的非常多的优点，所以它等于集合了所有优点，真的没有不买的理由。我自己超爱的，随时随地放松，肩颈酸痛有多远走多远。